这个柱子是可以劈的。哇，我如果把这所有的柱子都劈了，这房子不就塌了吗？哇，它真的塌了，我的妈。 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多的斯，那么今天又有人家着火了。瞅瞅这院子，哇哦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。要不是那滚滚浓烟，人家还以为我这花农呢。在这浇水，看着哇，多么的自然。哎，那么经过了前两次的救火呢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在进入火场之前吧，那肯定是要先断电的啊。这个拉了闸了，我还怕个追追啊，直接往里面忙起，好吧？来，让我绕这个房子一周，看看这个电闸在哪儿。哎，这边也没，我刚才是不是看到电了？这无闸就起电呢？啊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房子外面没有电闸，那只有里面了，是吗？来，我们走这边，你看这后门还有个救援点，不愧是大户人家呀！啊，我这里面什么东西啊？那是毒气吗？哼，别急，我来救你们了。这毒气，我吸一口看看是不是啊？啊，是是的，是的，哎，差点吸死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等会儿，这个空调机，那我不是可以把这个毒气给抽走了吗？哎，窗子一看，它也会飘出去是吗？哦，那我再抽一点试试看。哎，还好没关电闸，不然就抽不出去了。哎，不是，不，它就这么被窗子吸出去了。哎，那这个空调机有啥用呢？这是？我，你在干啥呢？啊，还在这自拍，咋的？不论大事小事就发个朋友圈完事是吗？我真是，我，这为什么会有马桶啊？啊，这可能是个储藏室是吗？你看，这还有电闸呢。你家是特斯拉吗？啊，把这个电闸供这么高，我掰都掰不到，我天。哎，我掰。啊哈，哈哈，瞬间没电了。喂，换这个柱子是不是裂了呀？我试试看。等会儿，这个柱子是可以劈的。哇，我如果把这所有的柱子都劈了，这房子不就塌了吗？哇，它真的塌了，我的妈！直接把房顶给烧下来的，我的天哪！这拦住了我的去路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可以把它劈烂的是吗？哎，我劈，我再劈，把房顶给劈碎了。那不就证明我把这六根柱子打了，这也要塌吗？啊，我天哪，不是还拍呢？啊，我让你拍呀！啊，你看这着了，哎，来你拍，哎，再拍一个，哇，他真的在拍，你在逗我吗？好，我们离开远点啊，危险人物，喂，好，炸了呀！还自己爬起来了，还在这玩儿啊！我先把这个神志不清的人救出去再说哈。好，往这一丢，啊哈，哎，成功救出一个人，哇哦，大家看。这里一旦烧垮了之后，上面不就也垮了吗？我就想看看这全垮了会怎么样，这个房子会不会塌。哇，上面都成一片火海了，我的天哪。这边横梁也塌了，完了完了，我觉得这房子要垮了。大家看这个房子的血量就剩一点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要赶紧救人啊。好，往这边啊，瞬间把这火都灭了。哦，这个门都被烧出来了，直接烧崩出来，我的天。好，再到这边来，底下有人吗？啊，那边可以补水的是吗？哎，那我怎么过去呢？哎，这个也裂了，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墙给敲碎？真的假的？直接敲过去。啊，不好意思呀，没敲门就来了啊，敲墙进来了啊，没想到吧？啊，我把你救出去啊，顺便补点水啊。我烧死了，烧死了。哦，还好还好，哎，我耐得住火是吧？不是，那人呢？我被烧了一下，他不会在火里面吧？我的哥，别急啊，我知道你尿急。哎，我们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往这边走。我还以为他烧死了，吓我一跳，我真的是。好，丢过来，再到这边，我赶紧灭火，完了，不然我上不去二楼了都。我刚刚是不是没加水？啊，那在这边加个水啊。啊哈，加水呀，大哥，怎么加不了？什么情况？啊，算了，我们直接往前面莽起啊，走这边。哎，我怎么走不动了？什么情况？我在火海里面会限制我的速度吗？难道？不至于吧？哇，大家看，这火灾是有多么的可怕，完全看不见前方的路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情况？哇，这个厨房里不会有人吧？啊，真的有个人啊！不要担心啊，爸爸来了！走这边还好啊，那边还有个救援点是吧？我天，这里面真的走得很慢呐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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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房子快烧垮了！好，往这边啊，我们就这么一丢，哎，安全上垒啊，救出三个人了。我现在可以跑了是吗？不行，呵呵，我还有这几个人，还有两个人没救是吗？好，我来了，你们不要怕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又是我的新装备，爪钩。哎，哇，我抓到火海里面，我这是个地狱爪钩吗？一抓把我给秒了，我又火了。刚刚是因为没有见过那么宏大的场景。哎，看着看着，
惯了，但是这次不会了啊！哈哈，哎，见过世面了还怕个锤子呀？嘿嘿，直接忙起来，好不好？哦，原来这里是有家具的呀，刚才都烧没了。嗯，来，首先在这里灭个火，确保他们的财产安全。想必都烧成这样了，可能也不要了吧？哈、管他的，那反正先灭了吧。哟，还救了个灯呢，还能亮啊！哦，好，接着把天花板一灭，一会儿塌了，真是。哎，再是这边。哦，瞬间搞定，房梁都没塌。呜、完了，没关电闸。哎，他也被电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哥，我把你救出来。嘿嘿，嗯，抱到这来之后，哎，关个电，搞定了，别在这玩了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我先把你救出去啊，你莫走，来跟着我、上我的肩膀啊哈，我丢。再到这边啊，开一个空调，全部都被抽进去。哇，这空调好管用啊！呵呵，还在这玩手机啊？我让你玩，哎，还拍一张，跟马桶拍照啊？这是，是不是拍？哎，我在油桶旁边，我不怕炸，我真的是，丢出去，接着到这边，哇哦，这个房顶还没塌哈，还挺坚强。好，关个电闸，哎，谁都电不着我。哦，等会儿，我感觉它是要塌了呀。呵呵，在趁它塌之前，先给它灭点火。哎，这样一来不就不会塌了吗？是吧？再到这边来。Right。哎，看看这个门有没有人啊？回，嚯，我这这个门要炸了！我天，好，我们就砍了一下，就赶紧闪走啊！好，哎，我砍，再再来一次，哎，我砍，还有一下 ，last one。哎，哇，我还是被炸着了！我的天哪，我真是好。Yeah， 灭了这些火啊！哈，有人吗 ？Anybody hear me？ 哦，我想起来了哈，是不是有人在那拉屎呢？我再把这个墙砍碎，让你尴尬一下呀。没人啊，那我就补点水吧。哎，还是补不了，我是不把这个水废完，我是不能补这一波了吗？啊，我真的是啊，好吧，那接着走这边。哦，既然这里面没有什么火了，哎，我们再到二楼去。哇，这个房梁差点烧断了，我天！哦。哎，走这边，这里又变成一片火海了，你在逗我吗？啊，咦，好可怕呀！哎，话说那边有个房间，我去那边看一下啊，万一有人呢？你看着，房梁把门都堵了，还好我有消防斧。呸，嚯，嚯，啊哈，这是个储藏室，有钱呐！哎，还好我开了这个房间，妈呀！哎呀，不然这个钱都被烧没了，我的天哪，浪费啊！我先去送个钱啊！走这边，我差点被烧着了。哦，哎，话说我没开运钞车来吗？是不是这个车，红色的啊？我记得是的。哼，不出我所料，哎，往里面一塞，别丢走了哈。到这边来。哎，拿不起来了，什么情况 ？What？ 只能推？不至于吧，我的哥啊！喂，那我劈他一下呢？完了，要劈坏了，再劈一下。What？不会真的能劈坏吧？这钱，钱飞了。没事，钱乃身外之物，救人要紧，保证我的职业操守。哈哈，这里又变火海了，我的娘！哎，这上面有人吗？我探一探。啊，有两个，我三个，还有个在厨房。你别怕，我来了。又在这个油桶旁边，不要慌张啊！哎，我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你救出来了。哇！为什么这些火会让我减速啊？什么情况？难道热量太高了我走不快 ？What？ 还我丢啊啊！又进去了。接着去二楼。来，我们一路灭一路走啊！我都看不见前方的路了，我的娘！哎，这个地板呢？又烧下去了！你在逗我吧？哇，这好多烟呐！我天，我都看不见前面的路了。好，可以。接着加个梯子，好，我们过去啊。你莫愁，我来救你们了。哎，这边什么都没有吗？那我加这边干啥？这是。好，我们横向过去。我的梯子没我，没事啊，我还有个爪钩呢。哇，我过来了。Nice。哎，这里面有人啊，看我的，直接劈烂，来把你抱走啊。哎，能不能直接从这跳下去了？好，你先在这儿啊。回，出，出。再是这里，哎，破窗，破，哎，破不了啊！你先等一会儿，我破一下，破了，哎，我们直接丢下去，这个高度应该可以吧？哎，来个抛物线，丢，安全上垒，哎，这又有个墙，来再劈，出，破，回，那边可以补水的哦，嚯，
哎，嗯，真的可以补水。咚噜，哎，还有个人呢，我来探一探。他不会在一楼吧？你在逗我吗？真的在一楼？哦，原来在这儿啊！嗯，来，我们把你送到这边来啊。哎，往下面这么一丢，哦，上，吓死我了。我还以为他要摔成骨架子呢，这是。嗯，我看看这里面还有什么火要灭的。大家瞅瞅这个门，跟个地狱门似的，我感觉我过去就升仙了。呵呵，先灭一圈啊，这火真的能灭完吗？啊，我真是表示怀疑。哎，这边为啥被堵住了？等会儿啊，来把你们劈烂。嗯，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呢？莫非有人吗？哦，一扇门，难道有什么宝藏？保险箱？妈呀！这里面应该有钱的吧，我能不能抱走？哎，抱不走，什么情况呢？那你逼我的啊！来，这儿放一个，哎，再在这边放一个，哎，门口放一个吧，哎，好炸开是吧？啊，来，我是在救他们的钱财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劈一下啊，着了再劈这一下，好，赶紧溜，好看一眼，哎，炸吧啊！炸了炸了，是不是开了？咋还没开呢？我是不是再喷点水？哎，热胀冷缩，一下就炸了。呵呵，哎，这还是开不了啊？什么情况 ？What？ 哎，上面提示我 get your car， 赶紧上你的车。哎，我如果不上车会怎么样？这个房子快挂了！我的妈，它是不是一会儿会塌？好，我就在这儿看一下啊。如果这个房子的血变成零了会怎么样？大家看着火，都快烧出来了。来，给这个窗子降点温哈，一会儿烧出来不得了。嗯，来吧，你烧吧，哎，就剩那么一丝血了，哎，我就看着你塌，好吧？哦，还差一丢丢，哦，是不是没血了？这房子血量不就空了吗？什么情况？哦，开始倒计时了，看来是不会塌了啊。我还是溜吧。走这边，哎，到了安全区域。呜呼，通关了 ，Job complete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个被称之为你的奇迹。我们下期再见 ，Enjoy your life。